放在我的宝箱里。是。哎呦，我的，我的。痛苦永远不够。战争中所有人都是公平的，请给巨魔多送点儿。这凉冰斧太干了。吓死你！沉浸于憎恨当中。杀你吧，扣扣！应该不应该杀我？别了，大队在这，我看得到。我标志到好像不杀。他没眼的话，可以标高就是高点水。痛苦永远不够。我帮你拉，帮你拉。快点，再快点！我听见啜泣声，为我的战斧吧。哎，失踪了！哎，失踪了！我的钢斧该喝点什么了？残杀！哎，我刚刀断了一个。好的。是。他在这儿吗？此路是我开。没有遗愿，没时间思考，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。鲜血喷溅，中了，我的钢斧饿死了，继续来送我。他们会后悔那。我有相位的，可以看到他就可以杀他。你应得的。先生，我给你喝口瓶，要不然干他。干嘛？你怎么杀他？我给你喝口瓶。哦，好。我六级还杀他呢，他那六级杀你。哎，可以杀。我来。超大屠杀迈进。这凉冰斧太干了。妈的，要不建设你来下，我打野去。不用，真可以。不用啊，我换到六就可以了啊。没事，你等着看。我想的是换到六单杀他的，肯定杀。我得比较好杀人的，我真的。我知道啊，你先到六的话更好杀人。你现在这个抓哈斯卡简直是无解。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。巨魔终极奥义。我有大了。痛苦永远不够。他上了马六了，还可以杀他。这就是你想要的斧子。啊，那后面有个人蹲他的。那我去插眼了，慢点，结婚呀。哎，走了。我插个眼吧。这凉冰斧太干，斧子在飞。此路是我开。哎。没有准备好。上路来。顺风飞斧。蠢。为我的战斧吧！
席卷西江。你换你几级到？你多久到六啊？足够长的时间了。对对对。那满血怎么杀？住的，然后我的钢器完毕，会强制放出来。出来了吗？杀不了，杀不了。无人能幸免。我听见啜泣声。夜野建筑全面加固。不是，杀他不好杀他，我操！真是兵太，妈兵进不了，太逼张了。我们俩杀不了，杀不了，杀不了。还被反杀，我们俩杀他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给他们一阵旋风。朝大屠杀迈进，快点死！妈逼子，妈怎么杀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仇恨让我兴奋。打趴你！快点！我还真到不了了。别动了，现在急。蠢！哎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冲啊冲啊，别冲，别冲动！我下路插个线眼，太逼张，杀不了他的。苦中带甜，不着急啊！不着急，我有那个 miss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剑圣，你来下发育吧，杀不了他了，去来下发育，或者跟我一起拖盾。太干了，等一下吧。朝大屠杀迈进！我太痛了！吓死你！剑圣，火楼 TP 下。啊！有雾吗？有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好的。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打死他们！血沫涌出 ，TP 下。席卷西城。哎，差点被野打死了。天辉信使已被击杀。这野什么情况啊？走走走。这船长，你去喽，你去下路战线。啜泣声。我东西没送完，那个没送到，补刀斧没送到。千万别开大，开大就少了。来看全钢这个走位。看起来。带我们自相厨子，飞吧！大军各家主，其他所有人崩了，我操！我操！全来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不知道，这是眼吧？哦，对，开雾的地方有眼吧？敌方中塔，有可能吧？他们要去打了，哦哟，他们本来想打的，他打算有雾。哎，这盾别放。他们打不了吧？打得了，他踩不上。他这个很干净的。打不了，打不了。打得了，下塔需要支援。这个很难消灭。永远不够。再打。他切臂章可以把那个打死。切臂章随便打。哎，过来。你放个水看看，我觉得应该没再打。放个水看看。啊！开雾了。刚才不是有个水看到没在打吗？他在外面，他都出来打那种哈斯卡，无所谓的，随便打。我去发一下。雪崩。开绿障，开绿障。我之前会放。攻击。哎呀，操！又他们的人怎么来的比我们人还快啊？在那个位置啊。
哎，发育上。只要你回答。嗯，刚才那个地方鸟会，那个野怪会打鸟，就说明那边有眼。妈还嘲讽你啊！放了吧，你快走吧。放了。我就知道，我肯定下塔需要支援。打死他们！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哎，本来完美节奏。痛苦永远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敌方上塔已被摧毁。死亡太了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我要剥下你的丑脸。旋风飞舞。我不敢猜。请给巨魔多送点儿。我有大，水彩应该能大死。快点，再快点来了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打不过现在。我的钢斧该喝点更习惯了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敌方上塔已被摧毁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树与火焰，只为我的战斧吧。如实下子里。他们还要打，往下跳。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。大力就走。超大屠杀迈进。这个眼太致命了。做牺牲，哪儿也不去。再丢个船，丢个船，丢个船。那行，那行，上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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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杀不死他了。嗯，但最后一下没斩，你还开绿招。怎么补啊？完全不怕，还是卡了。好的。是。补偿巨魔。是。好像下路可以帮你蹲一个，等我先上，等我先上，我从先上过去。哎，很多啊。哎呀妈的，他没看到他，他隐身不好呀。会后悔那边的。没事，我可以买。快点，再快点。不撞到我的话，一个大应该能把咬死。超大屠杀。大是什么？能不能有一个伤害？无法伤害，没伤害。这凉冰斧太干了。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。双倍伤害神斧，无人能幸免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啊，龙是吗？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二塔守着啊。
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痛苦不射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别开普通啊，别开普通啊，二塔不放心的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仇恨让我兴奋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夜眼剑组全面加入。是的。只讲不可。那你们赚了 TP。下塔已被摧毁。没看到土猫来了。打趴你！我的钢斧该喝点什么了。啜泣声，吓死你！没好，无人能幸免。快点死！我出什么装备好？冰眼吗？还是什么？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。席卷牺牲品。我没听清你们说什么，我出什么比较好？你们觉得？冰眼，冰眼，冰眼。攻击！龙心，推下去。再快点！我的钢斧该喝点什么了？好的。这波我先回去了。鲜血喷溅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痛苦永远不够。夜眼剑组全面加固。仇恨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是。敌方下塔已被摧毁。蠢！你会有的不够的魔法了。我操，没魔了。棒子有吗？擦了棒子，拿杯了吧。妈，刚擦了棒子杯了，妈死！我操，你刷了。这凉冰斧太干了，吓死你！此路是我开，
给我护甲的钱。啊，我有五的，波士给这个了吗？在打吗？沉默都没大，不好打。可以打的时候就有大了。超大屠杀麦基，还一般打 boss 状态是不好的，不打得快。我先上上路看一下。走吧，我们开过去打盾。他们会后悔那天的。肉身已被烈焰之刃击杀。我感觉等一下他们推的时候别回来啊，一拖啊。席卷牺牲品。我感觉可以出个天堂啊，谁？旋风飞舞。感觉都别回来，我一拖啊。我的丈夫饿死了。快失踪啊！没打掉。我的丈夫回来没用啊。那就推两路啊！哎，影魔回来了。那是什么？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感觉推两路啊，他们很难打。那等巨魔推到上面去吧。你们撑住，我把他们逼回来。我要剥下你的丑脸。血沫涌出，人妖，你应得。敌方下塔，已被摧毁。我还没准备好，还没被击败，无人能幸免。我尽力。最后的钟声，所谓我过去是死亡。现在是死亡，请给巨魔多送点儿。我很害怕，快点死！来，标记了，标记了，标记了。Coco Nice 啊！再快点！神秘英雄啊！我打不到，打不了钱。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。你买过的吗？对，我被斧王杀了。推个塔，推个塔，推个塔，走走走。我皮了。我还没准备好，他们会后悔那天的。痛苦永远不够。哎，沉默给你喝瓶子，啊，你过来。小心火啊！是旋风飞舞，我水船的，要不走吧？这凉冰火不会干了。夜影建筑全面加固。我听见啜泣声。小心留人啊！还没有准备好。超大屠杀迈进。哎，哎，他输了吧？应该走掉了，快走快走。下来就赢了。痛苦永远不够。哥哥小心。没买活的别死啦。我没买。打起来我也死啊。他们会后悔那天的。没招没招，美好，快点，再快点，我还没准备好，属于我马上的杀，还没有准备好。哎，别这样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这凉冰斧太干了。战死了，蠢！
及了。好的，旋风飞舞。我马红。陈楚，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炽热枷锁。饥渴难耐了，那个水船沉没极大，我们都秒它。我听见啜泣声，他有个绿障。我的钢斧该喝点什么了？来出把三，出把三尸吧。打趴你！我不满，等下找我有法防，还好打。没错。别管我，别管我，用手，救不了的。这样做值得。操，怎么活了就直接过来啊？来来来，活了，直接打，回来。有大吗？什么没大、啊？等一下打吧。先给一路。我方中午兵营已经失守。好像是说。走了，王峰，走了，没必要走了。走了。